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用无方》第八段，明毛光照一三昧门。我们看最后一首偈啊，法清净光啊，最后一首，因缘所生，无所生，诸佛化身非实身，法性常住如虚空，一摄其意光如是啊。我们今天继续再来学习这后面三句啊，诸佛化身啊，非实身。佛法通常讲这个身呢，都讲三身啊，三身四德。这三身呢，这法身、报身、应身啊，有时候啊，应化合在一起说啊，应身。在佛法里面，对于这些说法呢，大小乘不一样。大乘里面的各个宗派也不一样。这些问题最重要的是不要去分别，不要去执着。不同的说法，这里头有一个原因啊，为什么有不同的说法？那就是菩萨祖师大德教化众生的时候啊，众生根器不一样。所以教学呢，总是要随顺听众的根性啊，所以一切说法都是方便法啊。这总的原则我们知道啊，佛出现在世间啊，宗旨无非就是破迷开悟啊，离苦得乐啊，这是唯一的一个宗旨，一个目标啊。至于说法教学啊，决定是慈悲为本呢，方便为门啊，种种不同的说法了，都是方便啊。这个我们要懂得他的原理原则，就晓得啊，这个各个宗派戒淫的这个根性呢不相同。同一个宗派呢啊，同一个宗也分派，甚至某一派跟某一派说法也不一样啊。所以到最后啊，这祖师大德总是把不同的会合啊，都归到一体。这个一体就是心，心现识变，所以说万法归一，这个一就是一心啊，一心就是万法，万法就是一心，
一心就是佛。啊，三身不外乎一心。啊，所以他有开合这两种说法开始展开，啊，或是归纳到最后。那么小乘说呢，王公所生的这个身就是释迦牟尼佛啊，父母生的这个身呢，这个身叫生身。戒定慧还加上一个解脱之境，这个通常在经上看到的无分法，这个法身啊，无分法身啊，所以小乘认为修行的功德这是法身啊。那么大乘讲的呢就多了，大乘说理智敏和的真身是法身，随机现身的身叫应化身，应化身是生身啊。这是大乘里面的讲法啊。理是心啊，就是心性，心性是说理，智呢是说般若。如果我们用法相中的说法啊，注意就更容易啊理解。理啊是自证分啊，自证分就是法性啊，就法性啊是理。那智慧呢是自证自证分，证自证分是般若啊，通常在大乘也称佛性啊，佛性是从智上说的啊，所以佛是梵文，翻成中国意思叫觉啊，觉是智的作用啊，智是体，觉是用，啊，所以它是佛性，啊，佛性跟法性是一个性，不是两个性，啊，也就是这个相宗的四分呢，就是佛在《华严经》上讲的一句话。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那个如来智慧呢就是真自真分啊，而德就包括了法性，那法性是圆满的都包括了啊，由法性变现出见分，见分再变现出相分啊，这讲到见相两分呢，大家就比较容易懂。见分是精神，我们讲心理，相分是物质啊，在佛家讲色法，色法跟心法啊，所以精神跟物质都是自真分变现出来的啊，所以说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啊，那么从体上讲呢，这是
这是理。怎么样知道有这个理呢？就是有这个体呢。能变的哲学里面讲的本体，因为本体它不是物质，它也不是精神，它没有形象，我们六根都接触不到，眼看不见，耳听不见，它也没有气味，身体接触不到，甚至想都想不到。想是什么作用呢？想是心理作用，是见分的作用。见分这作用很大了，但是就是圆不到自体。圆不到。那怎么会晓得呢？所以它有个正字正分。就是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，这个智慧佛在经上常常用比喻，把这个自信呢比作一盏灯，比作一盏灯。这个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呢，就像这个灯点燃了，点燃的时候它能照自己，它照外面也能照自己，所以有了它了才知道有本体，本体生这个精神跟物质，所以说理智命和那个真身，这真是没有形象的，那称之为法身，所以法身没有形象，随机现身的应化身，这叫生身，那么这个怎么会随机呢？众生有感，佛菩萨就有印。那么这个应化在十法界现身，现的这个身呢叫生身，这个生身有两种作用，大乘教里面讲的一种是自受用，一种是他受用，他受用教化众生，自受用是提升自己的境界，因此大乘教里面呢有些宗派说这个法身呢也有身相，不是完全没有形象的，所以他也讲得通。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身是生身的，实际上呢法身报身应化身呢都在这一身当中，如果我们能够讲妄想分别执着通通都断了，我们这个身就是发生了，不能说它不是发生了，那就是报身呢，报身是智慧身呢，你妄想分别执着通通都断了，你烦恼没有了，智慧现前的，就是经上所说的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，智慧现前。
啊，这个智慧就是真智成分。啊，德能现前呢，确确实实万德万能。啊，确确实实是大彻大悟。啊，悟什么呢？悟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身，是一个身。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，一是全宇宙，全宇宙是一，这很不可以思，不可思议，没有法子形容。啊，大宇宙跟小宇宙啊，是一不是二。啊，如果你说大宇宙跟小宇宙是二，你还没有觉悟。确确实实是一啊，小中有大，大中有小啊，小宇宙跟外面大宇宙是一样的，一丝毫差别都没有啊。所以这个境界到最后佛说叫不思议解脱境界，你不能够想，你也无法可说啊。那我们在华严经前面读过啊，微尘里面有世界，微尘是最小的物质啊，不能再分了啊，最小的物质。那现在科学家发现到的是啊，原子、电子、粒子、夸克，这个夸克是不是微尘啊？佛经上说的微尘啊还很难讲，看他以后再能不能分。那再能分，那他还不是的。啊，这肉眼没法子看见的，高倍的显微镜子，他才能发现的。甚至于还有一些呢，我们科学仪器还达不到，是吧？用数学的推算算出来，应该有。啊，数学为科学之母啊！啊，这么小的东西，里面有整个的世界。很不好懂啊！啊，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科技的进步，啊，看到这个电晶体、晶体。啊，一片晶体，指甲这么大，一点点。啊，这里面居然能够含藏一部《大藏经》，啊，这个不可思议，这被科学发现了。这一看佛经的时候，这给我们有个启示，嗯，有可能它含藏一部《大藏经》，可是它跟佛法比还差很远。佛法讲这个微尘没这么大，它里面含藏整个宇宙，你这一部大藏经算什么啊？所以从这里来看呢，佛法比科学进步太多 啊我们从科学里面发现的叫全息照片啊，这我们看到科学报告的时候，哎，很有这个意思。啊，他这个照片是用两组镭射光拍摄的。啊，拍摄出来这个照片洗出来了，你看不到形象，你看到里面一条一条是纹路，必须要用一组的镭射光去照，那个形象就出来了。啊，这个照片出来了。就是一个人像，我们看的这个报告啊，把这张相片撕成两半，你在镭射光照下的时候，那一半里还是一个完全的影像啊，另外那一半也是个完全的影像，那这个很奇怪，不可思议。你再把它撕碎啊，撕成粉碎啊，拿一点点在镭射光下，它依旧还是一个完整的现象。
我们从这个科学实验里面就想象到是佛经上所讲的小中有大啊，整个大宇宙啊，在一微尘里面啊，全息照片不过是他们发现的而已，哎，有这个事实存在啊，每一粒微尘都是一个大宇宙啊，哎，还有人能进去，这我们前面读到了普贤菩萨，他能够进入微尘里面的世界啊，到那个里面去拜佛，那个里面跟大世界一样，设方有无量无边诸佛，有无量无边的佛的刹土，他到里面去供佛听经啊，在一微尘里头啊，啊，那么这个身呢，是佛的法身呐，啊，法身不可思议啊。大臣说呢，这就是鹤啊，法报应三身中的法身跟报身，这两种身呢称为法身，把应身呢称为身身啊，对，这个应身是在十法界里面，众生有感自然就有应，应身里面还有一种化身啊，它不是父母生的，它是变化出来的啊，也算是生身啊。那么应身呢，大概住的时间比较长，如果在人道现身，他也来投胎，像释迦牟尼佛一样，视线在人间，啊，跟人的日常生活相同，啊，也从小长大，有生有灭，啊，实际上呢。完全是一种视线佛菩萨如是，我们反复怎么样，佛给我们讲真话，凡夫跟佛没有两样，差别只是在呀，凡夫迷了，迷了，你对于事实真相完全不了解，这叫凡夫啊。除了迷之外呀，事实上跟佛没有两样啊，迷了就不自在了，绝无自在。啊，迷了怎么样呢？迷了你在六道里头舍身受身，是受业力支配。啊，业力是什么呢？业力是妄想。啊，所以佛说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心想是妄想。这个一切法呢，就是指六道。啊，六道是从心想生，四圣法界就不一样了。四圣法界，它也是心想，它是愿力。
啊，不相同。我们是业力，业力有善业，有恶业，有无极业。啊，愿力呢，愿成佛道，愿了生死，愿度众生，它是愿力。啊，四生法界怎么支撑的？它怎么会有这个愿力？到一真法界里面，愿力跟业力通通都没有，这个境界就不思议了。啊，所以那叫真的是不思议解脱境界。啊，他能不能现身呢？能。啊，一样的跟众生起感应道交。啊，他这个起感应道交还包括四圣法界。啊，不只是六凡呢、啊、跟十法界众生呢、啊、起感应。啊，有感他就有应。那么这是大乘经上告诉我们的啊，凡是经上所说的，我们在学习华严前面就有几次的这个报告啊。华严经讲的什么？全是讲我们自己我们自身以外的从来没讲过，全都是自己啊！真的诸法实相啊，就是自己。现在讲生命的真相啊，啊，变法界、虚空界是自性变现的，是一个自己、啊、一个法性身呐、啊。啊，《智度论》里面跟我们讲，佛有两种身，这《大智度论》上讲的。啊，一个是法性身，一个是父母身身。大乘教里面讲的最多的啊，这个三身理是法性身啊，法性是理呀，真理呀啊，法性就是身。第二个是智，是报身啊，所以报身是智慧身，父母所生的是应身啊，这是众生有感，菩萨就有应。最重要的一句是后头，三身一体。我们应身有没有离开法性身呢？没有。法性身好比是筋，应身是气，气有没有办法离开筋？离不开，筋也离不开气。那所以这个要知道，它是离体啊，像我们看电视，法性身是什么呢？
好比电视的荧光幕，它什么都没有，但是它什么都能显。虽然现的时候，现与它的时候也丝毫不相干，绝对没有丝毫染污。啊，他不爱诸相发挥，啊，一点障碍都没有，啊，真的是清凉大师在华严讲的四种无碍，啊，离无碍，四无碍，离四无碍，四四无碍，这法性呢？法性是，就是法身呢，遍一切处啊，遍一切时啊。所有一切万事万物体全是法性身啊，所以六祖开悟的时候幕后说了，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啊，就他能现出万法啊。我们把这个荧光幕比成法性啊，万法就是荧光幕里面的现象能生万法啊，所以万法没有离开自性，自性也没有离开万法，万法跟自性是一不是二啊。你从这里肯定了啊，那就很好了，那就你见性了。性在哪里呢？相就是性，性就是相，见性就成佛了。那我们现在是懂得了，好像是见性了，可是没有真的见性。为什么呢？你没放下，你着了相啊。我们现在的障碍啊，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啊。妄想分别执着没有了，没有了就是佛啊。没有了的时候，你这个人的，我们讲的人的人品啊，品德纯净纯善。纯净是什么呢？你没有起心动念，纯净的。纯善是什么呢？你没有分别执着。有分别执着就不善了啊，有起心动念就不净了啊。诸佛如来不管他现象跟不现象都是纯净纯善啊，就好像这个荧光幕一样，这里面千变万化啊，无数的频道都能出现，荧幕上丝毫不沾染啊。我们现在是这个样子，但是我们现在怎么染污啊？这个染污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然后叫什么？叫阿赖耶。啊，阿赖耶是怎么造成的呢？阿赖耶就是妄想分别执着造成的。啊，所以这个道理啊，要懂。啊，三身确实是一体。这个一体不但是在我们自己这个身体啊，所有一切万事万物通通是一体啊。像这个电视里头啊，有我们自己的画面的，除自己之外也有一些山河大地，也有许许多多的人物啊，森罗万象啊。这个题就是荧光幕，就是发心身。
所以大乘教理才说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，这我前面念过啊，是一个法身，那么你就晓得关系了，你就明白了。讲到关系什么伦理啊，我们现在一家人呐、啊，一家人还疏远呢、啊，是一体呀、啊，你说这多亲密啊，就是自己啊，阿弥陀佛，药师琉璃佛，释迦牟尼佛，自信释迦，自信药师。自信弥陀，自信显的跟我们是一个心一个体一个法身，怎么能分呢啊，我们不知道，图也是如此啊，图是自信图啊，叫法性图啊，身途不二了、啊，全离开自信了，一法不可得。啊，万法是自信，法法是自信。对，真正把事实真相搞清楚了，然后信德自然就流露。啊，信德是什么？你自信里面那个真实的智慧，真实的智慧起作用是什么？是大慈大悲。现在讲爱心，所以爱心从哪里来的？是从自信般若里面生出来的。自信般若是体，它起的用就是慈悲。信德的作用啊，今天我们对人没有爱心，是迷了自信啊。为什么那个自信里面爱心是一样的？我们跟阿弥陀佛、跟释迦牟尼佛那个慈悲，丝毫没有两样，是一不是二啊！啊，生不起来就迷啊。是佛的一句话给我们讲清楚了，你迷失了自信啊。那我们今天学佛目的在哪里？目的回归自信，那也就是把自己真正的自己再找回来。那真正自己在哪里？就在现前呢。啊，一觉悟，真正自己找回来了。所以这个自己忘记掉了是迷失，并不是的时候另外再找一个自己，不是这样的啊。所以说是就在当下了啊，迷悟不二啊。法性身，满十方虚空啊！法性身是才真正的自己经教里面常讲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，是法性身呐，满虚空法界，无量无边，色相端正，相好庄严，无量光明，无量音声，
我们没见到。偶尔有这个缘呢，哎，也见到了。跟经上讲啊，确实是一样的。我在前年从庐江到北京，在北京病了四天。啊，那个四天呢，有人跟我讲，我自己没有觉察到。啊，有人跟我讲说，他说你死过一次。哎，我听这个人，想想有。啊，外国人讲的濒死的经验。死过一次的经验，他说你回来了，还是回来到你自己的身体上。啊，那我们找这个外国的是，这个很多这些心理学家讲濒死经验，我去翻翻，哎，有一点类似。那就是我在生病那个第四天晚上啊，好像醒过来了啊。醒过来之后，这个境界是梦也非梦啊。醒过来之后，就是自己躺在旷野啊，面对着是一重一重的这个青山啊，没有看到水，蓝天白云啊，一重一重这个山，风景美极了啊，面对着是这么一个情景啊，非常清楚啊。那么没有多久的时候，就看到这个仔细一看呢，哦，满山遍野都是人，怎么那么多人，密密麻麻？哎，心里感觉到很奇怪，这么多人在这里干什么？这个念头才一起的时候，再仔细一看的时候，不是人，是畜生，许许多多的野兽。面孔都对着我啊！我在这个时候就豁然说，念了一声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，这个佛号一念呢，释迦牟尼佛出现了，这个境界没有了，释迦牟尼佛跟虚空一样大啊，那么大，可是清清楚楚，一丝毫模糊都没有，这很不可思议啊！我念，接着再念一声南无本师阿弥陀佛，南无本师毗卢遮那佛，最后念一句南无观世音菩萨，统统现前。所现的像的是念后面一尊佛，前面佛像没有了啊，这尊佛像现前都是心相，都跟虚空法界一样大，满十方虚空啊，让你看见啊。我听到我旁边还有人跟我讲话，他问了我好多问题啊。醒过来之后大概差不多3点钟的时候，醒过来之后啊，精神就很好，病就好了啊。
我还把这个境界啊跟我旁边这些同学们说明，会有这么一个境界出现啊。所以以后有人告诉我的时候，也死过一次，我想应该是这个境界啊。可是醒过来之后病就好了啊，休息一天就回香港来了啊。这个就是我相信像我这种经验的人不知会有个啊。这就是在世偶尔机缘当中你看到啊，化身变虚空法界，真的是无量无边色相端也啊，色相端正，相好庄严啊，无量光明，无量音声啊。我看到这个佛像是看到无量光明，没有听到音声。音声是旁边有人问我，问我好几个问题啊，那不是佛菩萨的声音。可是问我这个人，我是觉得他在我身边，我没有回头去看他，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，我没有看过，我只注意看佛像，看菩萨像。啊，这样就醒过来了。这个底下说，听法众啊，也满虚空。这个是我想到的事，这个满山遍野那些人是听法众，以后看到许许多多这些众生呢，那也是听法众。这些听法众啊也是发心身，不过他现的那个身呢不是变虚空法界啊，变虚空法界是无量的身相，不像佛，佛是一个身相，一个相变虚空法界。那些听法众是许许多多众生，他也变虚空法界啊。常出种种身呢、啊、这个身是千变万化，种种名号，种种生死，种种方便啊，度众生啊，常度一切无虚于现实。无虚于现实就是永远不间断众生求佛菩萨教诲，这个意念不简单啊！你没有这个念头，哎，他有；他没有这个念头，哎，另外一个人也有，所以他总不简单啊！众生太多了，十法界众生太多了。所以诸佛菩萨的应化了没有间断啊，应化的身就像普门品里面所说的，应以什么身得度啊，他就现什么身。所以常出种种身，种种名号啊，种种生死，种种方便啊，从这里我们就体会到这个世界
所有的神圣啊，像各个宗教里面啊，他们崇拜的这神圣，学术界里面，像中国没有宗教，有学派神人啊，道家的老庄，儒家的孔孟，孔孟之前啊，尧舜禹汤，文武周公都是神人啊，大神大贤呐、啊，都佛菩萨应化了，在佛门里面。有菩萨、罗汉、祖师大德啊，有世现出家的，有世现在家的啊。佛陀在世，维摩居士，他们那帮人世现在家的啊。在中国传说里面说富大师，这是在家人，是弥勒菩萨的化身啊，是现在在家人。布袋和尚也是弥勒菩萨化身啊，那是现在是出家人，应以什么身得度啊，现什么身啊。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能领会到啊，全世界所有宗教是一家人啊。从佛法的观点来看呢啊，佛是主，其余所有宗教是伴，主伴圆融啊。佛菩萨化种种不同的身啊，教化了种种不同根性的众生，这叫种种方便啊，啊，普度众生啊。这个理念我们这些年来跟许多宗教接触啊，把这个理念呢说出来啊，看看大家的反应啊，一般的反应都非常好，都能够接受，都能够啊同意啊。我在上一个月参加马来西亚弘法的活动啊，我跟马哈迪长老，我们举行了一个访问啊座谈，我送他一张三教九流的图展，又送他一张千手观音啊，千手观音的头上啊有32个面孔，32印啊。我当时跟马哈迪长老说，32是表法的，不是数字，代表圆满啊。我说我曾经给画家了建议啊，32个面孔不要画一样的，要画我们世界各个不同民族的面孔
说明是什么？真神应化在各个不同的民族，是一个真神。千手代表大慈大悲，代表圆满的智慧，圆满的能力啊，手里头都有个眼睛，代表什么？眼到手到啊，看到众生有苦难的时候，他就伸出援手，这个像代表这个意思啊，他接受了很欢喜。什么时候我们承认发心身是自己，努力把发心身的障碍除掉，我们的功德就圆满了。如是发心身，这个发心佛能度十方众生，受诸罪报者，僧身佛啊，这是僧身佛。僧身佛次第说法了，如人法，这就像释迦牟尼佛啊，示现在人间呢。啊，像基督教里面的摩西、耶稣，示现在当时当地，教化众生。救苦救难呐！我们在新旧约里面看到，啊，又像穆罕默德、伊斯兰教里面的先知啊，啊，基督教里面称为天使。中国人称为圣贤，啊，他们那个时代，穆斯林在那个时代，也是受尽了折磨，也是遭遇到苦难，啊，穆罕默德传教，来帮助这些苦难众生，跟佛教的宗旨啊所讲的破迷开悟啊，离苦得乐没有两样啊。所以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宗教的典籍，你要细心去看一看啊，去读读，我发现了大部分完全相同啊，不一样的地方很少很少。那是什么？那是各国族群文化背景不相同啊，历史环境不相同，生活方式不相同，神啊发心佛总是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啊，所以一切众生都乐意接受啊。法华经上说：“是法诸法位，世间相常住。”
这两句话的意思很深很深。啊，法是指一切法。啊，那么这个世间法，这个世间相常住，很不好理解。我们见不到，我们所见到的世间相无常啊，佛菩萨见到了。佛菩萨见世间相是什么呢？跟我们不一样，人家立相见性，我们这个相，像前面一样的生生，生生无常啊！哎，那另外你就想到了，法身常住啊，法身遍虚空法界嘛，它没有相嘛，世间相常住啊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也就是说，真相常住，妄相无常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。是故，三惑清净，这三种迷惑，这三种迷惑就是华严经上所说的。妄想分别执着啊，这三样你统统放下了，你的清净心现前了啊，有这三样东西，你的清净心就被染污了啊，这个一定要搞清楚，不是真的染污啊，是好像染污啊，不是真的。真的染污，你什么时候能够恢复清净呢？那不可能，不是真的。啊，所以本性常住的色心现现，这就是因果。一正二法了，究竟清净啊，就像释迦牟尼佛当年住世一样啊，这个我们在经典上看到了这个，比如说，释迦牟尼佛啊，跟他的这些学生，一般呢，都是在野外活动啊，啊，树下一宿啊，日中一时，啊，教学都在树下，山林树下。大树底下用杂草铺一个座子，铺一个坐垫，佛坐上面这是凡人看到的禅定躬身的人，他们看到释迦牟尼佛在大树底下坐的这个座子不是草铺的，
金刚宝座，无量的庄严，凡夫看不到。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是不是释迦牟尼佛故意变金刚宝座啊？他坐在上面，没有。要晓得，佛从来没有起心动念，从来没有分别之处。啊，那这是自自然然信的。信的自然显现。啊，那个金刚宝座是什么人心里头变现的呢？是那个看的人，他的清净心里面现出来的。啊，他有这个念头，这个信得他的，所以要应嘛。啊，那个人有感，是菩萨有感，这个佛性他就有应。印出来的时候就跟他想的是一样的。哦，佛是坐在非常庄严的宝座之下。那这个看菩提树呢，哦，菩提树也是七宝树。啊，不是我们普通草本的，就像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个树一样。啊，无比庄严呢。他通通是境随心转啊，看你是用什么心啊。啊，所以境界的时候不是佛在那里变现的，是你们众生变现的啊。因为他不想干呢。啊，就如同有一次啊，好像是提婆达多是哪一个要害释迦牟尼佛。啊，用什么？用狂象，大象。大象呢，大概是用喂它东西啊，里面有酒，让这个象醉了。醉了之后，它就发狂。啊，用这个象来攻击释迦牟尼佛。啊，那么佛伸出手指，这样挡住它。这个手指前面就出了五个狮子，就画五个狮子。象一看到五个狮子在面前呢，自自然然的就跪下来了。啊，以后佛告诉大家，他说我真是五个狮子，我没有变五个狮子。啊，五个狮子怎么来的呢？是从那个相的心想生的，所以一切法了是一切众生心想生。那么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启示啊，转境界不是什么神通变化，是你的意念，你正念，它现的是真法；邪念，它现的是魔法。啊，那就被取了魔障啊！啊，佛心纯净纯真呐！啊，所以他这个一视线，我们晓得，在我们一般人想的护法神变现的呀。啊，护法神变现五个狮子啊，我们也一定是这么想啊，这想也没错，为什么都从心想生嘛，啊，都不算是这个错误啊，确确实实这个一切法是心想生啊，所以依报真报啊，清净啊，只要你把
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放下就行了啊，那你就入了佛的境界了啊。我们纵然做不到这个境界，要学最低的啊，最低的是菩萨法啊。我们学华严，放下世出世间一切执着，在华严经里面，我们现在念的是实性这个单元呢。啊，实性我们现在显首是第十性的菩萨，啊，第十性位的菩萨。事处事法，所有一切的执着，啊，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执着统统放下了，是七性位的菩萨。啊，七性位的菩萨在断烦恼这个层次上呢，跟小乘阿罗汉相等。啊，就是放下是相等，但是智慧不等，智慧比小乘大得太多了。啊，这个不一样，大小乘完全不相同。啊，没有法子去比的。为什么呢？大乘执着放下了，执着的习气很淡；小乘执着放下了，执着的习气很重。道理在此地啊！啊，事容易放下了，习气很难断。啊，有证得阿罗汉果的，这世尊当年在世弟子，啊，贵族出身，啊，那个贵族的那些傲娇慢习气，他真的放下了。可是平常对人呢，那个态度还是很明显。叫人家看到的时候，这个人很傲慢，否则他确实没有傲慢习气。啊，习气可不是那么容易断的。啊，习气断了，在小乘，那就提升一级，辟支佛了。啊，所以四圣法界里面，声闻。见思烦恼断了，就执着没有了，有习气，习气断了呢，他就生一劫圆觉。啊，圆觉没有习气，啊，圆觉在提升呢，就是菩萨。啊，所以他要断什么？他断分别。啊，菩萨断分别，但是还有习气。啊，习气断掉之后，再破一片无明，正一分法身，这真的成佛了。啊，所以非常非常难得，我们在大乘教里面，把这些根本的道理搞清楚了。啊，只要掌握到根本就好修了。啊，根本就是一心了。啊，所以这个后面有一句话说，非真实无相之法性也。这个跟有些宗派里面讲的法性无相啊，法性无不相啊，无不相就是有相
这个有相是他的应化身，应化身要记住，应化身跟化身报身，一二三，三二一，这以后就没有了。啊，那么他实现这个身，我们前面说过，啊，菩萨，纵然是化身菩萨，无始无明，习气没断，他还是不断的在提升自己，啊，这叫自受用。啊，自信清净心里面确确实实有无尽的慈悲，所以与一切苦难众生相应呢。啊，真的是哪里有苦他哪里就去啊。啊，他的去来我们没法子想象，啊，绝对不是我们想象的。为什么呢？化身便是方法界，他只可以是现身，啊，身的影现没有去来，我们凡夫人有去有来，他没有去来。啊，这是有缘，哎，显现；没有缘，就不现了。啊，不现不是不存在，这个理就很深了。啊，法心有见闻觉知之德。所以叫化身，啊，所以叫化身跟发心是实际上是一个意思，啊，所以叫矿物，啊，江本博士做水实验做出来了，知道水有见闻觉知，啊，我告诉他，不但是水。所有物质现象都有见闻觉知，为什么？所有一切现象都是心现识变，他怎么会没有见闻觉知呢？啊，再跟诸位说，虚空，我们问虚空有没有见闻觉知？虚空也是法性变现的，虚空之体就是法性。那虚空有没有见闻觉知？虚空没有见闻觉知，我们的见闻觉知就不能够传递。这个现在，我们可以从这无线电的播送，你能够体会。虚空实在讲的是虚空不空啊，它不是无啊，不是空无啊，啊，我们现在虚空，所谓真的虚空，你看不见，你听不到，
啊，六根都没有办法接触，称它做虚空。啊，法性就是虚空，虚空就是法性，那他怎么会没见闻觉知呢？啊，所以我们现在见闻觉知的讯息，啊，用无线电，你看送到远方，他那边就能收到。啊，通过的是什么？通过我们知道是电磁波。啊，电磁波依赖什么呢？依赖虚空啊。啊，而且虚空还是一种振动。啊，它跟电磁波的时候共同振动。二是电磁波之体，啊，性相永远是结合在一起，性不离相，相不离性，这都是佛经里面讲的科学。啊，法性，如果是这个与外面原是染物，它随染物的缘。外面净，它随净缘，随染物的缘，譬如三恶道，啊，恶鬼畜生地狱，哎，它随它的缘，啊，所以随它的缘，染而不染，啊，看它和实际上它并不染，就跟水跟油混合在一起，撞在一块，啊，水还是水，油还是油，它并不染。啊，那么在三善道，啊，跟这个人天合在一起，它也不然。啊，永远随缘呢，永远不然。真心呐，要染了，这就不叫真了。啊，叫真心。啊，这是我们自己的自信。啊，哪一天？你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就见性了。一见性的时候，跟六祖所见到的会是一样的。你见到了清净，这就刚才讲的，永远没有染污。啊，在三善道没有染上善，在三恶道没有染上恶，清净。啊，何其自信呢？本自清净。啊，与染污不相干。啊，何其自信呢？本无生灭，那就是大涅槃。自信本来就是大涅槃，没有生命。啊，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；何其自信，本无动摇；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你只要把这三个放下，你就真的。八万四千法门。是教我们放下的方法了，这个要懂啊。修这个法门，不知道放下这三桩东西，也白修了。啊，我们看到许许多多修行人不能契入境界。得不到佛法真实的受用，原因在哪里呢？没放下。啊，古大德告诉我们，放下一分，得一分受用；放下两分，得两分受用。真有效啊！
真受用啊，对这个学科你才会产生兴趣，所以说法喜充满啊，无比的快乐啊，那就是古大德所说的世味哪有法味浓啊，啊，世间这个乐趣趣味跟法没有法子相比的啊。那么我们现在学佛的同修不能够得到佛法的这个功德利益，原因是贪图世味还自私自利，贪图名闻利养，贪图五欲六尘的享受，啊，因为有这些行为习气，所以你那个内心里头生贪嗔痴慢疑生烦恼，你不生智慧啊。虽学佛不能说没有益处啊，佛也得也度你，你在阿赖耶识里头种一个佛的种子而已，不起作用啊。生生世世还是业力在主宰，你出不了六道轮回，这个道理事实真相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真搞清楚搞明白了，那叫什么豁然大悟啊。啊，悟了之后，悟了之后自然放下了。啊，原来放下就是啊。在理上讲，凡夫成佛是一念之间啊，六祖慧能跟我们做了一个例子，做了一个榜样，一念之间啊，一念真的觉悟了，觉悟就是放下了，没放下没觉悟啊，放下一些还留一些是悟了，不彻底啊，没有彻底，那也算是不错了。啊，程度高一点的，确实永脱轮回呀。啊，那么他在四圣法界还要逗留一段长时间。啊，这在佛家叫渐修啊。啊，这不是顿超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凡是顿超的几乎都是都来实现的啊，来表演给我们看的啊，表演是真的不是假的啊，事实确实如此，看看我们能不能一下放下啊，真能那真的行烦恼中，习气深，
我们常讲业障啊。那业障太重怎么办呢？慢慢来，渐渐地放。啊，走这条路子，总是走这条路子人多啊，啊，太多太多了。我们有信心。能行啊，这个路子是可以走得通的。啊，可是我们要认知，有这个认识，知道。诸佛现身说法，一切时，一切处。永远没有中断的，啊，有缘呢，你就能遇到，啊，真像我们先前这个事件，啊，像卫星电视，啊，播放这些节目。真的是24小时不中断的，啊，围绕着地球的边缘，只要有缘呢，就看见了。有缘什么？你装上一套接收的这些设备。装上一个电视能够接收到，啊，你按哪个频道，频道就出现了，啊，就是有缘人，啊，佛菩萨说教的时候不需要用这些机器，啊，什么叫有缘人呢？清净心，只要能够把执着放弃一些，你就开始接受到讯息了。啊，那么我们就晓得了，我们今天接受不到是妄想分别执着，一分都没破，所以没有办法接受到啊。华严经上讲的，华严是圆教一乘，初信位的菩萨等于小乘须陀洹，他就能接受。啊，因为他把见烦恼断掉了。啊，我们常讲身见。他知道身不是自己，什么是自己呢？整个宇宙是自己，这大乘啊，这不是小乘啊，所以大乘智慧比小乘高啊，知道整个宇宙是自己。大乘有爱心，小乘没有啊，大乘有大慈大悲啊，他跟性德就相应。知道变法界虚空界是自己，所以对于变法界虚空界的自然关怀啊，自自然然的全心全力帮助众生呢，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是自然的啊，所以他就能收到啊。啊，古德所说啊，沉沉叉叉了，俱舍俱听的，舍听同时啊，妙哉此境，不可思议。
啊，那我们要说了，对十方如来说的是什么法呢？给诸位说，说的就是大方广佛华严。大方广佛华严呢，是一切诸佛所说之法的总名称，就像我们现在讲大藏经啊，总名称里面没有一样不包啊，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全在里面，释迦牟尼佛没有说的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一字一句都不漏。说听同时啊，那么我们只要把啊，特别是华严境界里面啊，初信位的菩萨就能够听佛说法啊，你能接受得到吗？天眼通了吗？先前了吗？天耳通了吗？经上说32相80种好啊，皆从心相生。我们从这句经文就能够明了，如佛所说，无有一法不从心生，无有一法不从心灭啊！所以一切法在我们面前，我们就晓得心生的，我们有念头，什么时候念头没有了，法就没有了，法不是真的。心生心灭了，是妄心啊，不是真心啊，真心不生不灭啊，所以这个心生心灭就是为识所变，是心啊，不是真心，这个道理要懂。但是真心跟妄心呢，永远也混合在一起，分不开，真妄不二啊！啊，什么时候你能见到真心呢？你把妄断掉，真就现前了。真不要求，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真心现前。啊，所以古德有一句名言说啊：“淡除其妄。”莫求其真，这话说对呀、啊。你要想求真，那就又变成妄了，又杂妄想了。啊，只要把妄的除掉，真的就现前。啊，千万不要再求真，求真又是个妄念，又是个妄想。啊，你永远见不到真。所以佛在经上才有随其心境则佛土境啊，心境这个境的标准就是妄想分别执着都断了啊，那个时候的境界就是华藏，就是极乐，是诸佛如来的报土啊！啊，经上讲的十报庄严土是真实，那不是虚幻的啊！在哪里呢？就在现前
净土即是此方，此方即是净土，心净佛陀就净了吗？你即使心净了，你看这个地方山河大地无量珍宝成就，决定没有灾难呐、日丽风火，就极乐世界，就在此地啊！啊，心不清净，心不清净变成秽土。所以净从心生，心善境界就善，心恶这个境界就恶。如果我们再冷静去想想，那么像我这种年岁的人啊，80岁之前我们的生活环境可以说非常的美好啊，人少病少恼，天地少灾少难，啊，这80年之后人心变了啊，在我们那个时代人有贪心不敢露出来，为什么呢？露出来怕羞耻，怕别人讥笑他。啊，纵然贪财、贪名、贪利，它有个限度，不敢过分。啊，他知道收敛。这个现象怎么产生的呢？古圣先贤的教诲，人有羞耻心啊，本性还没有完全迷失啊，人有爱心，有同情心啊，都乐意帮助别人。这一直到抗战期间，抗战期间我是流亡学生，19岁啊，跟家庭离开了，打仗啊，到处逃难啊，几乎我们所到之处都是陌生，可是到一个地方，这些人他都会照顾我们啊，非亲非故啊。他看到小孩10几岁流浪啊，没有人照顾现在这个时间没有了，所以那是有同情心，有怜悯心，有爱心啊。那么现在隔了60-70年啊，现在的人心确实充满了贪嗔痴慢疑我见。佛法里面讲的，食恶
八邪，不善的习气全都具足了啊！所以我们看到是表面上看到地球生态平衡破坏了，境随心转嘛，心不善了，山河大地都不善了，所有一切万物都不善了。在现在讲，产生了相互的影响，我们不善的心影响外面的不善的环境，外面不善的环境呢，又影响我们给这个心就更不善了，这个事情麻烦大了。这样下去呢，确实就是西方宗教典籍里面所说的世界末日。啊，那么是这个事情提出来，确实令人忧心忡忡。谁都不愿意见到这个事实，可是现在这个事实已经浮在我们的面前。啊，也真正是难得。70年代1970年那个时代，英国汤恩比博士说，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，只有中国孔孟学说与大乘佛法。那么我们要问，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怎么解决的问题？孔孟学说的核心，仁义也。大乘佛法的核心，慈悲也。真的，这就能解决了。啊，仁者爱人。中国传统的教育是爱的教育，爱人的教育。亦是合理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都要合理。这个理就是道德。啊，人能讲道德，人能有爱心，这个境界，外面境界马上就改变了。啊，那么佛法讲的是更彻底的，没有条件的爱心，无条件的。啊，决定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啊，佛爱一切众生呐。这叫大慈大悲，慈悲遍法界。啊，有慈悲才有善巧方便。先转自己，把业力转变成愿力，哦，那你的命运全部改造了。那你不受业力支配了，啊，业力转变成愿力，你相貌转变了，体质转变了，啊，
没有转过来的时候，我们的相貌，我们的身体，业力支配啊。转过来之后啊，愿力那就变成菩萨了。六道凡夫啊，是受业力支配；四圣法界是愿力。啊，你的相貌变得很清净慈悲，啊，你的身体什么疾病都没有了，啊，疾病是业力，啊，真正转变成愿力了，体质变了，啊，就是健康长寿啊，长寿是不是自己要的？不是的。啊，自己不执着寿命，寿命就没有了。啊，留在这个世间呢，留在这个世间是愿力。啊，是跟众生的，就众生他的感应。啊，众生需要你，你一定多助。众生不需要你，你马上就可以走。啊，世间人所讲的生死自在啊，啊，生死自在，没有生死啊。学佛最重要的啊，我们中国古圣先贤跟我们讲，真诚啊，跟佛法讲的完全相应啊。你在这一生当中用什么心？用真诚心，你什么都转过来了，真就是没有虚伪啊。那么现在常讲呢，现在这个世界人人人都是虚伪，虚情假意，我用真诚心对他，那不是处处吃亏啊，处处上当啊，是没有亏吃，没有当上。为什么呢？你要是真正契入佛的境界了，你知道万法皆空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，你上什么当？可见的，你所担心的吃亏上当，那就是妄想分别执着，你没放下啊。放下，你真正放下会不会？不会。你成佛了，你成菩萨了，你跟法性相应了啊。头一个好处，你就真的是你的业力啊，完全没有了，变成愿力了，这还得了吗？这是无价宝啊。到这个时候，你帮助众生，众生有没有缘？不是你们有没有能力，你的能力是圆满的。那想帮助还有障碍，众生业障没消啊，是这么个道理啊。啊，与你丝毫关系没有啊！啊，你念念功德圆满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这个意思还没讲尽，明天我们接着再学习。